所长，外口有两个人讲一定要找你。是啥？阮是地检署的检察官，张建华、王信汉。请问两位检察官为什么归属？阮接到消息，讲信华集团的千金周珍妮小姐，前一段时间向绑票，绑匪佫卡有一笔真大笔的赎金。绑票，这太过离谱了啦！检察官。阮查某囝好徛伫咧遮，你莫袂讲话。安尼真好啊，朱小姐，你敢想是啥绑匪？因为几个人，是做啥物款？声音有啥物特别所在？迄个时阵，你敢知影去有人关伫倒？检察官，珍妮毋是犯人呢，你敢需要安尼一直问一直逼？而且阮拄则讲过啊。无绑票这件代志，你安尼的态度，不是咧办案，是咧扰民。歹势啦，我只是希望讲吼，周小姐会当提供一点仔线索，就算是搁较细项的代志，也无要紧。我无予人绑票啊，你莫甲我吓惊好无？你安尼讲，我以后拢唔敢出门啊。两位检察官，我想应该是误会啊。对啦，恁拄则讲是接到消息，咱咧是毋是应该先去找消息来源问好清楚？无求证，就来遮问，敢要想过浪费时间啊？阮来遮，就是为着要求证。两位，其实吼，像阮真少好野人哦，平常时哦，真正是少低调的。像我顶边去小平的时阵哦，开加百万咧买衫呢，啊，手挂个大包细包，我嘛是坐公车呢，所以我认为哦，一般的歹人应该是袂发现阮这好样的啦。请问这位有气质、我文雅的夫人，要怎称呼啊？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哈，我是大方营造的董事长夫人，啊，这位哦是我的好师，叫做方冠杰啦。哦，你是你的好师哦，哈哈，你看起来这少年，想不到好心这大汉啦。我也想讲，伊是恁小弟咧。哎呦，哪会这么敖讲话？阮老师哦，都要甲珍妮结婚啊呢。哦，莫怪哦，莫怪伊拄只这样不好就休假。是讲，进前就休假去用绑票遐时间，恁后生一定袂食袂困哦。对啦，伊确实是袂食袂困呢。哦，迄是伊最近有接到一个足大的商城开发案呢。啊，迄开发案内底哦，拢是大财团啦，像啥物上野集团啦、四天金控啊，所以讲哦，伊压力真正是足大。四天金控，即卖总裁敢是高翠贤啊？对对对，阮今年小弟哦，都要炒四天金控的千金啊。到时阵哦，盛发集团、大方营造，啊，佮有四天金控哦，都会是亲家啊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我嘛是会照低调的。两位检察官，真多谢恁特别来关心我查某囝珍妮。我想你既然是误会，都莫耽误着恁宝贵的时间。就当输掉。刚刚你也是坚持，这敢那是误会啊？我就是不了解。现在恁这样坚持，一定要阮承认，唔捌发生过代志。你愈着急赶阮走，就表示你愈生气。我唔是着急，我只是有重要会议要开，我无想要影响着公司的运作。嘛，就可能是恁公司内底有一只袂记讲的秘密。阮信华做生意一向光明正大，请检察官莫用刑警办案。光明正大，遐帮匪无人勒索，摕人命伫讲算账，你安尼假点点，若是出现后者受害者，你就是帮凶。
就当是对了。你若是真正光明正大，那你就大大方方和阮调查，和阮找相关的员工有无？安尼啊，就当证明这绑票案到底是有发生无？啊，不过为了无发生过的代志，去问阮的员工，影响到伊的情绪，和伊无法度好好做工课，我反对。了是周夫人，你要家己交代啊。安尼先，阮就袂去交了遐员工啊。就当是对。刚刚你万一看到第二个，啊是第三个受害者。啊，不过根本都无头一个受害者，敢毋是？周夫人，你看起来敢那真烦恼，这点予我真好奇哦。就当是对，我老爸命比较咧，别当随时搞的。我真正足奇怪，我也无去报案啊！恁哪会当安尼走来别人的地盘，就差我给人绑票？恁到底存什么心啊？恁的职责不是应该保护百姓的安全？啊，不过恁拄则讲的每一句话，颠倒让我感觉足惊吓，足惊家己给人绑票。我也无指示着恁，我也无做唔着什么代志，恁哪会当安尼无缘无故来给我创治？周小姐，恁哪会这么无冷静啊？恁安尼给我拍清水，我是要安怎冷静？我知影，恁是想要抢功劳做业绩，才安尼给我逼。马德林，上台。是，两位这边请。九六。知啊，你拄才做这年交来网友，明明在受害者较为欢迎的，还阁有人，迄周董事长哦，嘛赶快有话要讲，煞叫人拍人去。我认为哦，伊一定是伫阮骂什么秘密。我哪可能看袂出来啊？你看啦，咱拄才一个入去表明身份的时阵，因大家迄个表情吼，袂是敢若看到鬼共款。唔承认无担心，阁叫咱赶紧离开。那真正陈秀明讲的无强绑票，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？所以啊，咱袂当咱就准入煞啊，还是我去找其他员工问清楚，或者较会当问出什么线索。小等下啦，你向向公公是咧创啥啦？啊，咱既然拢来啊，总袂当咧双手空空转去啊。就算互你问有无，迄嘛是无正当诉证，你是白了工啦。是啊，我刚刚问你一件代志，我想怎拄则你听到高世贤这个名，的表情，感觉怪怪。是倒下咧怪怪啊？你才咧怪怪啦！听到要钓大鱼哦，要现身嘛，冲冲冲冲冲，拢唔赢你得失别人。我是不是跟你讲过，检察官的职务唔是免死金牌？无找到职务进程，拢啊较顺利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啊，不过就是想无，家己查某囝去帮绑票这样大代志，先做无来报警，到底是伫惊啥？惊去用报复啦。你想看卖，因周家一日接到查某囝去用绑票的消息，无报警。迄就是无想要拍亲囝啦，想要私底下提钱去给查某囝赎倒转来。但即马代志已经完成啊，拢也说要去报警来刺激个歹人啊，都不咧食饱想用个。那呢哦，要查出这绑票案的主嫌，就搁较困难啦。是讲吼，今仔日嘛无算白走啦，拄则听迄个彭夫人咧讲哦，才知影讲。因本家、周家、甲高家的关系，牵牵的吼，袂输敢那肉粽的几大官。阿娘慢慢嘛有胖啦，若是有人的所在吼，
就一定破口。啥？你甲所有人拢顶好，我再要看卖啊，你有法度甲这个代志暗藏到什么款的程度？不得。是迄个李勇哦，在变鬼啦！伊伫外口放风声，讲盛发哦，即马在卖地，是因为资金调度的问题。嗯？我不要你抓乌鸦。李勇，那又果是你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今仔是无一定够想喊十二哦。等。李勇。我问你，之前信华卖这块土地，听讲你对我的地上有意见，四界放风声讲信华有资金调度的问题，害我土地落价，你是听谁讲的？当然嘛帮帮忙的，什么我讲的？啊，之前市场勒索房房头一名，就是恁信华集团欠现金的故事啦，大拢在传，什么我讲的？邱信雄当署长，你今摆在阿啥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莫别个对伊无客气哦。顶一摆上业合作的代志，我袂随算账哦。算账？好啊，你若是要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当作你是共犯。你欠我的账，就去龙岩来慢慢去。饭会当我白吃，话袂当我白讲哦。我根本我放着恁查某囝好无？啊，若无，你甲政府提出来啊。我跟人讲共犯。你那阵我讲的是绑票强犯，李勇，你老实讲，我查某囝绑票案是咪跟你有关系？你是咪知绑匪是谁？讲！我没时间啦，队长。你看起来绑票案不是无影无迹吼。局长处长，拄才你甲李勇讲的话，我拢听着。我建议你，上好是甲代志拢讲出来，互阮立案调查。王警，恁检察官也无遮认同，应该甲宝贵时间用伫个重要代志顶面。我知影啦，恁遮好野人吼。那拄着绑票啦、恐吓债代志吼，恁甘愿开钱消灾，嘛唔肯去报警，都是惊讲吼，万一代志若曝光，会叫遐歹人报复。放心啦，啊，阮也不是国税局啊，阮是要替你把钱讨倒转来，唔是要叫你去拿钱。刘杰，你讲话真幽默。就当输定。你敢真正认为遐绑匪安尼就满足啊？你还佫有一个后生，敢毋是？假使遐绑匪把恁家当作是 ATM， 佮要佮你偷一个几啊十几个，你怕是要怎做？无唔对啦，那钱会当解决的吼，迄拢小事啦。惊是惊讲吼，万一若运气歹，你钱退出去，人煞无法度倒转来，到时阵吼，就真正是人财两失咯。就当署长，我希望你卖对我有信心，相信司法，相信警方，安尼才有法度让你出来底啦，要够你平安过日子。可是讲，你逐天过来提心吊胆，就算赚到遐侪钱，安尼够有甚物路用？对唔对吧？